开始了。会等到吗？恭迎总长机，全体来宾请起立，面向司令台。军职人员行举手礼，非军职人员行俯首礼。来宾请坐下。那最近的杨红子为哪去那个庄啊？各位长官，各位来宾，现在进场的是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女士。掌声欢迎！现在进场的是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。